林心如产后气色红润似少女，闺蜜聚会肌肤 Q 版聊到舍不得走女星林心如一月初生下爱女小天使，升格当新手妈妈。天生丽质的林心如产后气色良好，神速恢复好身材，并积极为好友苏有朋微博宣传新片。而林心如近日则与好姐妹 Melody 音乐之两甲聚会，双书亲密贴脸，展现好交情。曾多次素颜入镜的林心如这次也不例外，当拉后依旧肌肤 Q 弹，颜值爆表。 Melody 在连甲第一天就与林心如聚会，开心写下小孩都睡了，妈咪们也放风，透露是笑声不断的星期六晚上，林心如则回复我们都是妈咪了。照片中双叔不约而同都素颜入镜，新手妈妈林心如更成为讨论焦点，肌肤白里透红，好气色更是羡煞众人，看不出是一个孩子的妈。林心如与 Melody 私交甚笃，两人曾在林心如怀孕期间聚会，双叔话题不设限，聊到都忘了时间。 Melody 当时更直呼聊到舍不得走赵本山宠女儿，一个出门坐私人飞机，一个婚礼社和赵本山有两个女儿，都是掌上明珠，对着两个女儿赵本山从来都是很舍不得砸钱的。其中一个女儿叫赵一涵，从小就住在价值不菲皇宫般的豪宅里，十分奢侈。虽然赵一涵还没有私家车，但她都是乘坐赵本山二爷私人飞机出行。不过赵一涵凭借爸爸的光环也很能赚钱，做网红直播两小时挣88万，逼赵本山出场费不相上下。而赵本山另一个女儿赵玉芳是赵本山与前妻所生，出嫁时婚车队亮瞎吃瓜群众的眼，十余辆黑色林肯组成新型婚车队，庞大豪华的婚车队伍也一度是交通堵塞，陪嫁金额就高达300万。婚礼有52桌喜宴，预备席8桌，每桌有10只鲍鱼，高达7000元。 GK 罗琳欲推中国风新作，有意找景甜出演女主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景甜因为有相当多的大荧幕作品，而且总是和大咖合作，经常被网友调侃后台很硬。他近日再次被传出即将有新的大作即将推出，有消息传出《哈利波特》系列的作者 GK 罗琳 GK Rowling 为了扩展魔法世界观，于是决定制作一系列名为编年史的影集作品，并有意找景甜出演女主角。根据 GK 罗琳魔法世界观百科粉丝团指出，近日有消息称 GK 罗琳决定制作一系列名为编年史的影集作品，首部将会是以中国魔法史为主题的原创影集魔法世界编年史，中国 Wizarding World Chronicles China， 并且有意找来景甜出演女主角，还将会到内地实地取景拍摄。网友愚人节发文受到超多关注，据悉故事是围绕在景甜身上发生，在剧中她将饰演一个从小在紫禁城内长大的宫女，却发现自己有魔法能力，便逃离皇宫前往中国魔法学校而踏上魔法之旅。 GK 罗琳在受访时也透露，故事中的学校背景设定将会在安徽省九华山山顶之上，并将取名为云峰殿术法与武术学校。为了更贴近中华文化，故事当中也将会出现不少奇兽，例如传说中的青龙、朱雀、玄武、白虎、饕餮、九尾狐和麒麟等等。不少网友在看到该则发文后
纷纷表示非常期待，也相当兴奋。没想到在看到文墨的消息来源时，才惊觉自己上当了，因为该则消息来源的链接竟是一张写着麻瓜，看不到这张图片的文字示意图。发文者也在文末解释，我在此郑重发誓，我绝对不怀好意。祝各位愚人节快乐，让不少粉丝笑喷赵本山宠女儿，一个出门坐私人飞机，一个婚礼社和赵本山有两个女儿，都是掌上明珠。对这两个女儿，赵本山从来都是很舍不得砸钱的。其中一个女儿叫赵一涵，从小就住在价值不菲皇宫般的豪宅里，十分奢侈。虽然赵一涵还没有私家车，但她都是乘坐赵本山二爷私人飞机出行。不过赵一涵凭借爸爸的光环也很能赚钱，做网红直播两小时挣88万，逼赵本山出场费不相上下。而赵本山另一个女儿赵玉芳是赵本山与前妻所生，出嫁时混车队亮瞎吃瓜群众的眼，十余辆黑色林肯组成新型混车队，庞大豪华的混车队伍也一度是交通堵塞，陪嫁金额就高达300万。婚礼有52桌喜宴，预备席8桌，每桌有10只鲍鱼，高达7000元。